深邃的轮廓和黝黑的皮肤，或许是时下年轻人追求羡慕的外在条件，但对李摩西来说，这些先天的优势却曾一度带给他极为沉重的负担。留着台湾原住民的血裔，从小在泰缅边界丛林里奔跑的李摩西，在战火中出生，在原始刻苦的环境中长大，还不到30岁，已经拥有许多沧桑的人生历练，但在他细致清澈的歌声中，却听不出一丝悲情。在他的音乐中，有着只是令人感动的纯净与热情。我是寒地沙漠，没有四季穿梭，为城市泪垂落，却经常心里落寞。人生不知所措，没有方向，也不曾打算过，对于未来的事真的没有把握。当我遇见耶稣，他滋润我，安慰我的过错，于是沙漠出现了绿洲。摩西的创作歌曲其实也道尽了这个一路过来靠主度过很多困境的心声。其实摩西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和童年的背景，对不对？是是，我的童年背景呢，其实真是一个蛮特殊的，跟一般的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嗯，那我其实是一个有爸爸有妈妈的孤儿。嗯，那在我爸爸呢，他在15岁的时候啊，就从台湾就被调到大陆那边去打仗。那他是一个台湾人，是原住民。嗯，那当时呢，他们就坐着飞机飞到云南的上空，然后空投下去，就到那边去打仗。那当时一下去之后呢，就发现说自己的炮火呢是比不过别人，那边非常强烈，所以他们就只能够选择逃难的方式，就逃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这里大家也不熟悉是哪里这样子。嗯，所以说在那里呢，他们肚子又饿，所以他们后来逃到这地方才知道，原来是逃到了泰缅边界，因为是泰国人地盘，所以就由这个泰国人就看他们没有东西吃，所以就利用他们就来帮泰国人打仗。哦，是是，妈妈是泰北人，是是，嗯，那爸爸是台湾人嘛，所以大家都看我第一眼就很像外国人，对，所以是一个觉得说。其实有时候这个长相也是在台湾也是有点困扰的感觉，就是会被警察问说你把身份证拿出来啊，然后我还是拿出来给他看，可能是因为我比较偏向妈妈，所以皮肤会比较黑一点。哦，是的是。所以听说妈妈是很年轻就嫁给爸爸了。是，妈妈年纪大约12岁的时候就嫁给爸爸。怎么会这么年轻就出嫁？因为那个地方的话必须就是说他们那个很贫穷，很困苦啊，所以说当时爸爸又是个军人嘛，所以能够嫁给军人还算是生活过得去，所以就变成12岁嫁给，那时候11、12岁结婚的很多女孩子。哦，是，妈妈也是其中一个。嗯哼，结果20岁不到就生了5个孩子啊。是是是，那我是妈妈19岁的时候生的。我们家里面有大姐跟二姐嘛，那本来妈妈说大姐上面本来应该还有大哥跟二哥，嗯，但是因为妈妈嫁给爸爸的时候就是12岁嘛，然后所以13岁就怀了大哥，
但是因为妈妈年纪小不懂事，还在到处跑来跑去，所以就一个不小心的情况之下滑倒了，所以大哥就因此流产过世了。嗯哼，所以然后后来到14岁的时候才怀了二哥嘛。嗯哼，然后二哥是有生出来，然后大概年纪2岁的时候吧，然后当时因为当时遍地尸体，打仗的地方全部都是遍地尸体，所以说会有很多的感染病，很多传染病，所以说传染到二哥的身上吧，所以就他就整个人就可能就也是过世了，然后大概在15岁的时候才生大姐，所以爸爸就给他取名叫做路德。18岁生二姐嘛，所以爸爸就给他取名叫马太。是的，然后我是妈妈19岁的时候生，爸爸给我取名叫摩西，他希望我就像摩西一样当个很谦卑的基督徒的。哦，所以你的名字是本名，不是后来取的艺名之类的哈？是，我就拿本名来当做艺名了。提到台北，让人立刻联想到的就是战火、贫穷和疾病。李摩西在这样的环境中出生，也有一段与众不同的童年。所以你家里是唯现在是留下来唯一的男孩子了，也是最小的，应该很被宠，对不对？是是是，那个时候记得那时候小时候呢，爸爸呢哈在山上，他在打仗嘛，但他却是把我背在后面到山上打仗，他就是整个把我背起来，然后一块布呢就绑在前面，我就背在后面嘛。然后他很辛苦，他左手还要扛着一把 M16 的车，那个枪啊。然后右手还拿着开山刀这样子，然后拿开山刀还要砍辟丛林里面的一些杂草去寻找敌人打仗啊！既然是这么危险，为什么不把你放在一个就是村落里面，妈妈好好照顾你就好了？那为什么爸爸会是背着你去找敌人呢？哦，因为也许台湾这边会有很多所谓的寄托，还是寄小朋友在什么地方，但那个时代是没有这样，战争的地方是完全自己照顾自己。我们去打仗的时候，连妈妈姐姐也是跟在边边。哦，所以是西家带眷去打仗。是是是，所以说在可能在丛林里面，你可能都寻找不到所谓的房子，但是你这一出去打仗，是打个2-3个月才回来。嗯哼，所以在当中晚上你要过夜什么的，就自己搭个小帐篷就睡在那边。但是我觉得非常感谢上帝，就是在这个还没就是在我出生的时候，战争好像是已经结束了吧，那个时候爸爸常背着我到丛林里去打仗的时候，真的是常常都遇不到敌人。嗯哼，然后都是反而是遇到一些山猪啊、飞鼠啊、松鼠啊、一些野味之类的东西，所以就变成去打猎，好像去打仗嘛，好像去打猎一样的，就是这样子。后来发现说，为什么这样事情一直频频的发生，没有遇到敌人呢？哦，原来是因为他们这个打胜仗了，一直不知道这件事情。对，所以就后来才得到泰国军方的通知说打胜仗了，这样子。所以你说那段时间其实是因为你们讯息比较封闭，其实早就已经打胜仗，也没有敌人了啦，是是是，所以那段时间才会这么太平，对对，变成你们每天都在打猎。可是后来消息传过去之后，知道战争结束了，那这群人怎么办？你们回得了台湾吗？因为毕竟爸爸是台湾的这个军人啊。对对，那个时候他们打胜仗之后啊，泰国人他们是帮泰国人打胜仗，然后打赢这场胜仗之后呢，泰国人就为了奖励他们，就给他们很大的一块地，但他们在那里虽然打赢这场仗，心里没有舒服的感觉，因为他们毕竟怀念的还是这里的家园。那么想回台湾，你知道为什么后他们是回不来？听说那个时候很多台湾的飞机一架一架的去接他们，可是每一架都被子弹打下来，所以飞机每一架都爆炸，所以说没有去接他们，就这个原因。所以这样的话他们就靠什么生存呢？他们那个时候本来一开始是泰国人给他们一些所谓的食物，就他们因为肚子饿嘛，所以利用他们来打仗，就专门负责给他们吃这个食物。后来有了地以后，他们就开始自己耕种、自己耕耘，然后自己种菜、自己吃这样子。然后有时候你可以养猪啊、养鸭、养鸡这样子。那生活有改善一点吗？所谓改善的话，应该也没有多改善吧。他们虽然说是吃的东西都有了，但是就是说钱的方面，他们还是没有。对，等于说只是在顾着吃，但你没办法买很多很好的东西。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的生活环境，你的印象是什么？我最记得的一个印象就是，有一次呢，我小的时候，大概五岁去上学，嗯哼，然后那一次我才进去了大概半年而已，然后就得到了一个泰国人他们那边称作是百子上脑，但是台湾人叫做是疟疾，疟疾它上到人脑部里面去，然后我整个人那时候听妈妈叙述的过程，就是说我整个人像发了疯一样，然后眼球是整个是方白往上看，然后一直倒退着走，皮肤也是发白这样子，然后跟一般人不一样，然后跑到家里后面之后呢就昏迷过去，这个一昏迷是昏迷了三个月这样子啊，三个月都没有清醒过。对，然后他们就把我送到医院去，然后在医院的时候，因为泰国病房真的是男孩子啊就不可以进到女孩子的这个病房，女孩子也是一样不可以到男孩子病房，所以说泰国病房那个时候是一个大玻璃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是一个走廊的，妈妈说她那时候看到爸爸皱着眉头看着窗外的他的时候，然后妈妈才开始，妈妈就跪在地上跪了七天七夜，她心里一定是很难过，我想这样子，因为我的大哥跟二哥嘛都是在因此而过世，那妈妈就这样子在病房外面是跪下去，她是跪了七天七夜，跪到膝盖都烂掉，然后都没有站起来。对，因为妈妈一直相信圣经里面讲了一句话，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写着说，你们寻找就寻找，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妈妈相信这句话，所以妈妈就在地上就跪了七天七夜一直祷告。那时候她这跪七天七夜，我觉得说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了，对，一个妈妈爱孩子爱的那个样子是真不得了。然后后来呢，七天七夜后我就发现我的，他们就发现我病势，这病势有好转，慢慢的好起来，这绝对是上帝在里面动工。我觉得说没有神，我的生命今天也许就是已经结束了。因为那时候昏迷三个月绝对是面临死亡边缘，而且是靠着妈妈爱你的心，是不断持续的为你祷告，是，所以那个时候病慢慢的好了之后呢，之后有再回到学校吗？是，后来就继续回去上学。嗯，本来那时候一开始念泰文的时候我的成绩还不错，然后可是后来是因为这个生了病之后我整个样子全部改变了，我泰文好像都变得考得不好，都变成都考零分这样，然后后来变成因为我们白天念泰文晚上念中文嘛，反而是中文都是考100分100分，都变成中文反而变得比较好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大家就开始挑选功课好的就比较可以来台湾这样子嘛，然后妈妈看我这样中文念的反而比泰文还要好，然后就有一次呢就我在上儿童值日学，然后她就跑到我身边告诉我说，摩西，你想不想去台湾？我说好啊，妈，我去台湾。然后是很天真的这样子的回答。你知道台湾在哪里吗？那时候？那时候一直不知道台湾在哪里，因为我天真，我以为说台湾就在隔壁，以为说去了明天就可以回来了，然后以为是这个样子，然后就很高兴的回答说，妈，我去台湾。然后但是因为我会讲这一句话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有个小朋友啊，他又在我面前炫耀说，哎，我要去香港呢。然后我大家就很羡慕这个小朋友，那时候我说哇，去香港我也是很羡慕他，然后这个时候就突然妈妈就跑到我身边来告诉我说，儿子你想不想去台湾的时候，台湾不是更好吗？然后我就开始就说好，妈我去台湾，就马上回答。然后那个时候我看到妈妈的眼睛里面是泛着泪光的，妈妈的心当然是舍不得，她跪了七天七夜把我救回来的嘛。所以你那个时候搞不清楚妈妈那个眼睛泛着泪光的意思是，摩西你要一个人去哦，我们是不会跟你去的哦，你知道这样的状况吗？我那时候不知道，我说妈妈为什么哭，然后我不知道，因为妈妈我常常看妈妈在哭的时候都是在切洋葱的时候，我说当时洋葱并没有在身边了，所以说然后其实那个当中我还一个月的时间了，我可以说是跟他们反对说我不要去台湾，我可以这么做，但是我一直做不出来，我不知道要这么做。在这当中他们一直爸爸妈妈姐姐一直跑来我的身边告诉我说，摩西，如果你去了台湾你就必须要靠自己，没有人再照顾你。那时候完全不知道他问我这个什么意思，其实他们是用一种刺激的方式希望我能够留在他们的身边，
不要离开他们。嗯，当时我一直不知道他们是这个意思。不过为什么可以到台湾来呢？那是因为我们是国军的后代。嗯，当时来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孩子，不止我一个。对对，那个时候其实每一家孩子就只选择一个可以来台湾，有一个名额。对，就一个、哦、一个孩一个家庭的后代有一个名额可以被送到台湾，而且必须是国军的后代。嗯哼，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是跟着救总救灾总会来台湾。嗯哼，然后后来那个时候我最记得的是我来的时候那一幕真的是我很难忘记，就是当我一部车慢慢接着我，慢慢开得越开越远的时候，那时候我才突然一回头看到爸爸妈妈他们的背影的时候，然后才看到，这个时候我心里才觉得很沉重，那是一个沉闷在心里面，就是说为什么这一个月我都不拒绝，现在要离开我才是难过，然后就这样子车子就慢慢的越开越远，我就一回头看爸妈的背影的时候，那股沉重就在心里面慢慢的在点燃着，然后心里就真的很难过，眼泪就一直在掉落。想出来国语不是国语，那人家也听不懂，所以就于是就常常就说不愿意跟我讲话。然后在月月当中呢，因为我长得跟人家不像，所以常常也要当一个就是老师要处罚，第一个就先处罚我，给大家看说处罚我我会哭，所以说大家就不敢去再去碰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事情。七岁那年，因为一个天真懵懂的决定而改变李摩西后来的命运，独自来到台湾成为有父母的孤儿，因为和同侪有着非常不同的出身背景和外表，使他的求学生涯格外的辛苦。除了语言隔阂所造成学习障碍，同学老师的歧视和欺负是一路伴随在他的成长岁月中。所以后来到台湾之后，你知道你要去哪里吗？是谁在照顾你？那个时候我们都是迷迷糊糊的，就是这样子来台湾，然后坐着飞机就这样来台湾，飞机从来也没有坐过，飞到天空觉得很好玩而已。然后来到台湾之后，那时候第一印象所看到台湾就是一个高楼大厦，飞机场里面嘛，然后就挂着很大很大的一个国旗在里面，觉得说很漂亮这样子。然后我们是一层一层的过来，就是说第一层我们先离开家乡到泰国，到那个曼谷，一个月让我们先适应了。然后当其他全部都在哭，那时候不懂得要哭，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哭，他们我不知道为什么哭，然后当有的时候感觉到心痛的时候，他们在哭，他们都让大家看到，我说我不想让大家看到哭的样子，我自己躲着哭，就躲起来哭，对，然后不想让你看到我难过的样子。然后所以就来到台湾之后呢，又是过了一个月，然后这一个月之后呢，然后你就开始到学校里面去，然后学校就开始让我们进入学校里面。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我是全班里面呢，就发现都不一样，每个人皮肤都是很白，我是全班皮肤最黑的。你知道你进了哪个学校吗？那时候？那时候叫做华兴，华兴幼儿园，那是蒋宋美龄创办的一所学校。嗯嗯。对。然后在班上的时候，我就觉得说都跟人家长得不像，但是我觉得唯一最有自信的一件事就是全班我的牙齿最白。对，就是这样。所以说全班那时候，因为我就常常跟大家说，全班每个人呢都是糖果呢一颗接一颗的吃，那我不是，我是辣椒一根接一根的吃，所以细菌不敢来咬我，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吃辣椒，真的是。所以你真的到华兴幼儿园以后变成有爸妈的孤儿，因为你孤苦伶仃的一个被丢在台湾。是是是。那在幼儿园的生活状况如何呢？可能是我的长相跟人家不同吧，大家也不太愿意接近我。哦，然后当然我就要想办法，一定要想办法去跟人家聊天了。然后所以我一讲出来那个不是想出来国语不是国语，那人家也听不懂，所以就于是就常常就说不愿意跟我讲话。然后在幼儿园当中呢，因为我长得跟人家不像，所以常常也要当一个站前的一个站在前面的第一位的这样的人，就是老师要处罚，第一个就先处罚我，给大家看说处罚我，我会哭，所以说大家就不敢去
再去碰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事情，所以藏在当时放。学校管得还蛮严的，对，那个时候很严格。他们所管的生活起居以及礼貌方面都是军事化。好，同学之间呢，是不是也有人因为看你的长相不同，会刻意去欺负你啊什么的？那个时候刚开来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因为我刚进来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我们是衣服都必须要自己洗，所以我们小孩子刷衣服啊。有一次我记得肥皂泡沫呢，就不小心喷到一个同学，那同学手就握着拳头，就等着我，就好像准备要打我了。然后这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当那个家监护人就告诉我们说，以后如果说有你对不起到别人，打到人家什么，你必须要说对不起。人家给你东西，你要说谢谢。所以那个时候好像，哎，那表情我不懂他为什么这样子，所以我就直接有反应，我说对不起，然后他就马上就哦没关系。然后虽然说好了没关系，可是他又开始也自己刷这个刷漆，就泼在我脸上，是直接是泼。然后我就看着他，然后他就也故意说对不起这样那种感觉，然后。我就不在乎，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那时候也不懂他的意思，现在长大才知道。为什么后来这个衣服跟袜子也会常常不见？这个就是因为以前的老师呢，就会我们小朋友全部生活呢都会有这个内衣裤啊，对，就变成全部就放一个洗衣机里面大家放着去洗嘛。然后一回来之后呢，有的时候我们要洗澡了，大家在排队。然后你洗澡的时候拿着内裤，老师要检查的，检查到底是有没有乱拿这样子。然后同学们呢就故意把我的这个什么，故意把我的这个衣服呢就把它丢掉。然后我就常常找不到我的衣服啊，在哪里？然后我就看别的同学就拿人家衣服嘛，所以我就想说应该可以拿别的衣服，我就拿了。然后就是偏偏我被抓，你怎么拿人家衣服？然后结果后来。我说那个，结果后来一看，他们那个谁谁拿也讲嘛，可是老师一看，他们都自己的，原来是他们来拿是去拿给别人的，拿去给他们自己的同学，他们认识嘛，因为我不熟啊，所以说我就变成常常就一拿不到，老师就是那时候处罚方法都还是打骂教育，所以说打了，对。但你不老师不知道你其实常常是被陷害的那个，因为我不会说话，我刚才说。中文讲得不好，我也不敢讲。所以你连告状都没有办法告状。对，没有办法。对，有时候是同学他的错，然后变成我的错。同学他就会拐弯抹角讲成是我，我就莫名其妙就被罚站，被罚半顿。那你吃了很多闷亏哎，这样会不会心里很受伤？会让你变得比较孤僻啊，比较不跟人相处这些？其实我觉得其实我本来应该是要变成这个样子。对。但是我没有变成的原因是因为。我在国小五年级的时候，我就遇到一位老师，他叫我弹吉他，叫我唱歌，因为我是音乐的治疗吧，所以我就喜欢弹吉他，喜欢唱许多上帝的歌这样子，喜欢创作，对，我就喜欢写很自己创作的歌。然后记得那个时候呢，我在国小五年级，老师教我这些东西，于是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创作，到现在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创作的这条路，所以一直很喜欢创作，写很多歌。所以唱的歌就可以让你比较容易排解，比较不会去累积这种怨恨，对不对？对对对。所以你学会吉他之后，就开始多了很多表演的机会，对不对？是是是。然后那个时候我最记得，我们国小五年级我会创作之后，那时候记得国小六年级的时候呢。我们国小那个导师，他是从一年级教我们到我们毕业，所以他是跟我们很有感情。我们国小要毕业了，然后所以我就为他写了一首歌，然后那首歌呢，就后来就变成了全校我们全班都一起唱给他听。然后那个老师呢，就流泪，所有来参加我们这个最后同乐会的老师，每一个人都流眼泪，包括同学全部都流眼泪。那唯独一个人没有流眼泪，就是我，因为我天天都在唱这首歌。你要不要来我们唱一下你自己做的这首歌？那个时候我们这个老师，我们最记得他叫做吕老师。对，所以我就写了这样的一首歌给他。忘记，
眼之间就要分开了，再见了，吕老师。老师听到这个歌会不哭的，是是是，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非常的跟这个老师很心情感情非常好，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变成全班都哭，然后因为我哭不出来，所以我天天都在唱这个东西。因为我相信他对你的付出，你是真的，你是真的放在心里了，所以你把它化成音乐之后，哇，真的是非常感人。你还出了一首歌上过电视啊？我上电视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我们。华星棒球队啊，那时候华星棒球队非常有名啊，对对对，所以说就是去打世界杯的时候就得到了冠军。我就在那时候，我是国中，就是国一刚念完要升国二那年暑假的时候，我就是去打工嘛，在打工当中我就看到在电视上，我就偶然看到，哎，华星棒球队，然后看的时候就他们里面都在唱这样的这首歌，因为他们打到全垒打的嘛，哇，我就欢呼，所以我就心里就觉得说，哎呀，这样的一首歌，大家这样唱我的歌，我就很开心。我们听听看好不好？这首叫做《我用真心信靠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是我四维的盾牌，耶和华。耶和华是我心中的荣耀，耶和华，耶和华，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主。我用我的真心信靠耶和华，我用真心信靠他。我用真心信靠他。我信你的这样的一个音乐才华呀，是不是让你后来的求学路可能会比较顺利哈？其实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功课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好，嗯，但是我觉得我都是一直用这个弹吉他这个东西，我一直很喜欢，所以说我一直在音乐方面，我在走这条路。我其实上帝给我这样的恩典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恩典，嗯哼，他我并不会看谱，我也不会看豆芽菜，可是呢我偏偏就是能够写得出歌，这就是我觉得说上帝的恩典真的很够我们用，这是一句非常好的一句话。国中毕业后，脱离御用院军事化的生活，李摩西决定自食其力完成高中学业。而十七八岁对大部分的时下年轻人来说，正是尽情享受青春岁月、追逐疯狂的黄金岁月。但李摩西却是白天在工地付出汗水，晚上窝在房间里头埋头创作。他谨记父亲交代的话，永远不离开上帝，坚持做个单纯的人。其实我在国中毕业之后，我是去外面念高中。嗯，其实我毕业的时候啊，有两个路可以选择，一条就是你可以继续念华星高中，一条就是你可以到外面念书。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说我念了十二年在华星里面了，所以说因为那个他们放假的方式就是说两个月才放一次出去外面，才去逛一逛又回来，我们是这样子，因为我没有家嘛，所以说我就只能去外面逛一逛再回来，所以我想说外面事情我都不了解，所以我就到外面去念高中这样子。可是你到外面去念高中表示你所有的这个经济来源就会断了，你不会害怕离开华星的日子要怎么过吗？你的学费要怎么办呢？所以爸爸妈妈曾经提醒我的一句话就在心里面就浮现，就是说摩西你要靠自己，
没有人在帮助你，你要成为男子汉。所以那一次开始，我就告诉我自己要开始独立了，我就开始学费也是自己赚，房租自己付，吃穿住通通都自己来，这样子。所以就后来就算念书，很快的高中，在高中的时候我能够毕业，是因为其实我功课虽然不好，但是我也并不是说不读书那种，我也是都是很认真读，但是看不懂。可是我就是很喜欢音乐，每次我看书脑袋都是在唱歌，都是旋律，好像在看书看一看，然后就开始拿起吉他写歌了。然后很特别，老师在上课，有一次在上课我就看着黑板，然后脑袋里面在想着我要怎么写歌，下课我就马上写的。对，然后常常就在学校里面会很多才艺竞赛啦，然后我都去比赛都拿第一名这样子。然后后来就开始学校常常有表演的机会，所以就是帮学校表演很多很多很多，在外面表演我也去，在里面表演我也去，然后就变成常常记功记家长的。所以你是靠半工半读的方式把台北高中给念完的？是的。不过半工半读的生活还是蛮辛苦的，再加上身边又没有一些大人给你意见，你那个时候就真的靠自己吗？我一直在祷告，我说希望可以有一个能够让我能够付学费能够付房租的一个工作。然后后来我就在学校有一次呢，下课老师就问我说，摩西你想不想来我们台北高中的日间部当工读生？我说好啊，我试试看。然后就过来之后就当了三年这样子。所以你也必须非常的省吃俭用，对不对？是是，我拿到钱我就是会寄给家人，然后不然就是自己开始存，是存了一些学费先存好了，我才让自己去花什么自己该用的一些东西去买一买。然后就反正我回家我也没有什么，我是一放学我就不会去外面去玩的人，一放学我就是回家。每天就面对冰冷的墙壁还有电视机这样子的。你相较之下看到你的同学有爸妈可以依靠，或是爸妈甚至还会买很多东西给他们，有零用钱，你看到这样的这个情景的时候，都会不会让你觉得挑起心中的一些波澜，让你觉得很心痛，或是很羡慕他们？其实羡慕也是会，那个时候觉得说该哭的也哭过了，该想的也想过，来这边就是就认已经习惯那个独立的感觉了。所以说看到小朋友们他们这样子跟爸妈欢乐的话，那我们自己玩我的，因为我们自己也有朋友嘛，我们就开始，因为我小时候这个个性就是喜欢很安静，通常都是把自己闭在房间里的。所以你刚讲到高中毕业之后你就去当兵了，当兵的日子会不会很苦？因为我这个长相的话，我想当兵在里面的时候，因为我抽到的军种很特别，也是一般所谓特种的军队了，是海军军乐队这样子。对，因为他们是长多目的一个军队，到国外去访问大使，所以我就在军乐队里面就是担任这个唱歌这样子，才是我的那个在里面的任务的。你在当兵过程中有没有想到说我要有计划的，我要回去台北找我的爸妈和姐姐？哦，那时候我很努力存钱，对，那时候我在当兵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希望我退伍之后我能够回去看爸妈，所以那时候就把当退伍的时候很少再花钱，就是反正就钱都存下来，然后后来出来了之后我就开始去找工地的工作了这样子。对，然后在工地打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一开始做屋顶防水，然后皮肤都晒得非常的黑，然后做这个屋顶的这个工作之后，后来就渐渐的一直好像发现就是说怕可能对皮肤会不好吧，我怕这样子，然后之后我就想说我回个泰国一下好了，然后就开始就有存到一些钱，我就回泰国去。那个时候一回到家，爸妈看到我是当场是流眼泪，因为他说我的儿子长得这么大，而且是这么健康，我就觉得说在那边我发现他们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不足的地方，就是外表很漂亮，但是里面他们的都很缺钱，对，有的时候也是还是没有饭吃的。还好那次回去有带了一些钱回去给他们。当兵退伍后，李摩西终于圆了回家的梦。离开家乡16年之后，
再度踏上那个不断回荡在梦中的台北家乡。林摩西没有近乡情怯的复杂心情，他仿佛走进时光隧道，回到童年，完全浸淫在亲情围绕的喜悦中。你怎么跟家人联络上的？因为那个时候我有姐姐电话，对，所以我就常跟姐姐联络，然后就打电话给姐姐说，姐我要什么时候回泰国啊？所以姐姐说好，我去接你啊。那是我大姐了，所以我就一回去到泰国的时候，我大姐完全不认识我，她完全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子，她完全头一阵子到底哪一个是我，站在看，然后我就跑过去她身边，我认得出她嘛。然后过去在脸上这样看着，然后他吓了一跳，哎，你怎么头发变这样子？那时候头发就把烫直，这样留得很长，所以他完全认不出我，很特别。然后就是一个姐姐认弟弟认不出来，是弟弟认姐姐这样的感觉。对，然后后来就一路就回到家乡。那个时候一回到家，妈妈看到我是当场是流眼泪，因为她说我的儿子长得这么大，而且是这么健康哈。然后当然爸爸也看到我。然后所以说爸爸也是，因为爸爸总是男孩子嘛，他难过反正那伤心总放在心里面不会透露，所以我就说哎爸爸，然后我就跟他握手，跟妈妈握手这样子。然后之后呢，后来呢就这样子在那边，我回去之后发现说以前我们住的茅草屋已经改变变成了有那个房子盖比较好看一点，有是水泥房这样子。然后这个听说这个家呢是大姐因为结婚了，然后嫁给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商人，对，所以说大姐呢就开始，那姐夫呢就帮忙盖了这个家，对。当然我就觉得说在那边我发现他们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不足地方，就是外表很漂亮，但是里面他们的都很缺钱，对，有的时候也是还是没有饭吃的。还好那时候回去有带了一些钱回去给他们。你在那边一待了四个月嘛？三个月。是是。这三个月你有办法适应吗？你已经在台湾生活16年了。那个时候一回去，我可能是回去的时机对。对，因为那个时候天气不是说那么的热，是春天的感觉。就是那个时候是11月份回去，所以时机对，所以一回去还好，就是我感觉还蛮温暖的。对，然后在那边。他们就是过了几个节日，一个就是圣诞节，然后一个就是那个泰国那边泼水节嘛，他们在3月，所以说还过一个过年。对，他们那个过年就是很特别，从汉满蒙回藏苗瑶通通都有，所以他们过年是过7天，对，所以很特别。然后我就看到这些印象非常的开心，对。然后后来真的3个月之后，我就在那边我就种下感情了，我就是跟爸妈，我就是每天早上不会找他们聊天呢，所以爸爸妈妈又舍不得了，又看到姐姐，又看很多侄子侄女啊，心里都很舍不得。3个月要离开的时候，又是一个离愁在心里面，又是开始回头看爸妈的背影，心里又在流眼泪。你有没有想说干脆留在那里？这个想法呢，就是我是蛮希望可以有机会留在那里，但是我没有那边的一个所谓的居留证或身份证，对。所以你必须要回台湾来。对，我属于台湾的。对。所以你回来后看到家人这么苦，你就非常的努力工作，对，想要寄钱回去。那个感觉，我觉得说，因为我想到这个事情，常回来台湾，我说，本来一开始我说找什么工作呢？我真的不知道找什么，我就翻开报纸，我看，看到这些又是工地的工作，但是在捷运站工作的这份工作，然后我就进去当初工。就是什么都不会，但是这个工头问说你会不会做，我说我试试看。所以那时候我就很勇敢的，就是做什么事情，那时候那个捷运的工地它低挖下去这样子的嘛，它必须要挖地下室啊，所以那个时候有一块突突的墙在那里，怪兽说达不到的地方，所以说那个工头就说他们是叫小黑啊，小黑你下去把那个打掉好了，我就拿一个很重很重的一个阿桃啊，然后就拿着就整个就冲下去，那个水是淹着水的，然后水是到我腿这边，我就踩过去，那时候工作就把那个碎石把它打掉，我就走回来。其实那时候工作非常的认真，我就是觉得说是一份工作我就努力在里面。你为什么不找一个轻松一点的工作？那个时候我发现说，因为我在还没回泰国之前，我是做这个屋顶防水，我说这个工作
我觉得我很适，我们能够做合适合的，而且做这个工作钱也比较多一点的。哦，就那个时候多一点钱，也比较能够寄钱回家。嗯，所以那时候我想说，我还年轻，我就尽量做这样的工作。所以你接任工地老板很喜欢你，对，你是天天都被请去的，是不是？对对对，那其实其他的人是没有这个机会的。嗯哼，然后所以说他们就有一天没一天的，但是我是、嗯、因为我的工作就很勤劳，跟我讲一句我就马上答应。我就是忍耐、嗯、可是你还蛮有原则的，就是说虽然你天天都有工作接、嗯、你礼拜天还是不接工作。就是说因为我觉得说我是基督徒，我说这个假日我是一定要去教会的，我星期六可以去做、嗯、但是假日我是希望就是能有这个机会。对，嗯哼，所以在那个时候你还是就是拼命工作，是有任何玩的机会什么你都还是不去了。我那时候没有什么玩的，我的玩就是、哦，一下班回家就弹吉他了，这就是我的我。所以我那时候是骑脚踏车去上班的，所以常常我在骑脚踏车的时候就偏吹口哨啊，然后我就脑海在想说啊，如果有一份工作能够让我边带活动，然后还可以唱歌，这该多好啊！然后就想啊，就反正想那也不可能了，所以想说就回家去了。然后一回家之后就想说。里面就准备回家，我就回家在那里就开始弹吉他唱歌什么，因为我以前不看电视的，我房间是没有电视，对，我都一直不放电视，我说我就只要创作就好了的。然后后来我就常常，因为我们礼拜五啊都会小组聚会，对，所以我就会在那，有一次在那聚会的时候呢，有个阿姨呢就告诉我说，你想不想来我的女儿这边工作啊，他们在当旅行社。哎，我说哎，这不是我在骑脚踏车的时候想要的这种工作吗？然后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向上帝祷告啊，也是不一定就是说就是一定要闭上眼睛，心里面想着喜乐，然后也赞美神，也是会实现的。喜欢音乐创作的李摩西2005年成为古今中外乐团的一员，虽然身怀许多生活技能和才华，但音乐始终是他的最爱。如今能用音符、歌声服侍上帝，参与关怀弱势的工作，李摩西用笑容和歌声表达他对上帝的感谢与赞美。所以其实蛮特别，是因为你把这个梦想说想要玩做音乐嘛放在心里、嗯、然后你自己又持续不断的在练习，你把所有的时间可以玩的去消耗的时间都拿来花在练习上，所以到后来也就造就了你的确在这上面是有一些成就的。你后来是怎么接触到古今中外乐团？古今中外乐团呢哈，是因为我本来是当这个旅行社之后当了9个月嘛，所以我学会这边也是学会一些带动东西、嗯、所以然后可是离开这个之后，我就有一份工作，我去当厨师。在厨师的生活里面呢，我就觉得说我好像不适合，我喜欢唱歌，然后当时我也是当了1年多、嗯、然后但是这时候我就告诉一个我的好朋友，他是在伊甸基金会里面工作的一个朋友，我就跟他说我做厨房我很苦，我不能唱歌，然后我希望能够唱歌，有能够接触音乐的东西，所以他就说帮忙我这个，然后让我在伊甸里面工作、嗯、伊甸基金会嘛。然后后来我在那里做的，觉得这个工作不是我适合的，然后后来我觉得这也不是上帝安排到的地方，后来就于是呢做了大概4个月，然后我又换到才来到心灵子这边，心灵子自由会、嗯、然后就变成就是我们的秘书长就是可明，对，他就是帮就是在这里面帮助我很多很多，然后我很多的讲话习惯本来并没有这么稳，我会紧张，然后所以他就训练了我很多很多。以前我是一个很安静很腼腆的一个人，对，只有在台上是一条龙，在台下我是不敢讲话，对，所以说现在他训练我在台上台下也是可以，对，都可以这样。对，你现在主要工作是什么？我在古今中外负责是这个歌手的 vocal。哦，然后所以我是作词作曲，然后我加入这个工作，我们常常到教会里面去服侍。嗯，你要不要来唱一首歌，让我们来听一听你现在在古今中外用神的恩典去抚慰很多人，去关怀很多人。其实我们在乐团这个就是常常上帝祝福我们，所以我们就唱，我常以把这首歌当作第一首。上帝儿女无需我。
风浪穿灰尘，真心祷告神彼此安稳，神的力量超越所有宇宙和晨星，凡在世人不能的是神权。哦，赞美神，赞美神，喜欢现在的工作吗？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份工作。嗯哼，我从一直工作以来到现在，我觉得这是上帝为我安排的。嗯哼，所以我很喜欢。其实出生一个非常不同的背景，然后一路这样子走过来，然后终于可以靠着自己喜欢的唱歌啊创作来谋生，还能够服侍神。是是，最后有什么要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一起分享的吗？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哈，在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呢，真是只要靠着主是一定能够走到你所想要的东西，只要向上帝祈求，他就能完成你所求所想，而且超越你的所求所想。那所以说我还就写了一首歌叫做主你是我沙漠中的绿洲，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其实生活在这社会上都是像 沙漠里的旱地一样，所以说能够在这当中我们只要依靠主，上帝就赐给我们这个甘泉，就是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绿洲一样。是的，是非常感谢主。其实真的很特别，我们今天看到这样的一个来自于台北的小男孩，历经了战火、贫穷、疾病，但他凭着一个非常单纯的、很相信的上进的心，在打击他人生的黑线上，他画上了一个又一个跳跃的音符，从此的生命有了乐章。也希望您听到他歌声当中的祝福。各位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这个李伯希真的有个很特别的自己的这个背景啊，爸爸卢凯族，妈妈泰国。可是当他进入到华星育幼院不被大家接受的时候，我想说好的是他信了主，他依靠主，他那种坚毅的感觉可以使他能够面对任何事情，虽然不见得舒服，可是他接受，就这样。可是我也想到在今天在台湾很多的这个外国的女子嫁入到这个台湾，或者是这个异国的这个联姻啊，而生下了孩子，也许在一般人眼里他们就不一样，可是能不能接受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我们希望的李伯希过去所遭遇过的人家的歧视不要发生在现在的台湾。我希望多少人能够从自己的一个心情去体验那个孩子，去帮助这个孩子，帮助这个家，老师、邻居、朋友、同学，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帮助人不是一件难事，但是伤害人一下子会造成他多少年之后心里仍然有阴影。所幸的李伯希他是个很单纯的，他就是爱主，他就是很单纯的人来接受他自己的一切。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有的人因为人家对他的歧视他就会受伤。亲爱的朋友，在这时候我特别的要为我们在台湾有许多的外籍新娘，他们所生下来的孩子，他们进入到学校以及在他们那个生活的环境中被歧视的这种情形能够有很好的改善。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让我们从李摩西，就因为他的外形跟人家不太一样，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受到了歧视，他没办法融入到大家的那个生活环境中，也没有办法跟大家一起有很好的一个沟通。但是主，我们知道在今天在台湾仍然有许多许多的孩子在他们的成长中间或许有困难，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帮助他，求你让我们能够帮助这些孩子，帮助这些家庭，让他们在成长中，让他们在生活里，让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间减少困难。我恭敬地为这些人祷告，为这些孩子祷告。主，我们也谢谢你，让李摩西做最好的见证，最美的见证。求主你赐福他，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亲爱的朋友，有许多的事情真的我们不晓得，有时候我们无意之中所说的话，可是对人家就会造成伤害。那今天李摩西说出这些事的时候，也让我们想到我们身边有一些人，我们是不是对他也造成伤害。若是这样，及时的把他转回来，改变，去亲近他，去爱他，将心比心，愿上帝赐福你。